谢谢齐校长的介绍。市委党校给了我一个指示，就是要讲一讲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的理解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因为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那么为了纪念这位人物。那还有一个意思呢，我理解是我们都知道去年中央18届第三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啊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的这个时期。那么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发展的时期呢？我想有一个维度就是历史啊，这是我对党校给我的这个指示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所以今天定的题目叫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关节点。坦率地说，讲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啊，第一个是我个人的了解和研究有限，第二个呢，今天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也有限，要全面系统的去梳理和介绍不太容易。所以我这个题目啊，选择了关节点这三个词，那意思就是我想把从70年代后期一直到这个90年代初期，中国在改革和开放方面一些具有争论性的问题、分歧性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主要是看在这样一些争论性和分歧性的问题上面，邓小平是怎么作为的，他的主张他的实践他的一些观点。我们这样来看邓小平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整个的问题我其实就想讲两点。第一点呢，我用了一个题目叫历史的轨迹，是讲邓小平在这些历史的关节点上是怎么作为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还原历史。第二个问题呢，叫我的题目叫历史的分析，就是去讲邓小平为什么在这些关键点上是这么作为的也就是要回答历史的解读这么一个问题。最后当然我谈一点我自己的一点点评论，那个就不展开了大概是这么三个问题，那主要是前两个问题。我想从这个一本书说起。2011年的时候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这个 Warger 他叫，那中国把它翻译成叫傅高义傅高义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邓小平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就是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贝尔普纳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那么2012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繁体字版，题目呢有一些变化，叫邓小平时代。2013年的元月份，中国内地的三联出版社又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书名还是叫邓小平时代。这本书2011年出版的时候就在国外引起这个广泛的关注还有评论。那么去年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时候引起更大的轰动，发行量非常大有的说是几十万，我没有最后没有去统计，我估计有在中国的学界和读书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我想在座的同志可能有不少同志读到过或者是读到过一些片段。
关于这本书评论非常多，那我不在这里去介绍这些评论了，我只介绍他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用他书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这个观点，来介绍他这个观点。他在书中的结论部分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邓小平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他和他的同事啊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就是他把中国啊从70年代后期以来的这样一个变化，称之为中国的一个转型，社会转型。那他认为这个转型是由邓小平引领的。他在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地方，他还用了一个词叫塑造。他说他塑造了中国社会的这次转型。对傅高义的这个结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怎么看？那当然见仁见智，有的给予了肯定，那有的呢也给予了批评。我想肯定也罢，批评也罢，在我看来，至少在事实描述的层面，傅高义的这样一个结论与历史是基本吻合的。就是我们不管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好，还是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也好，大概这样一个过程跟邓小平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所以你说他引领了中国的这次转型，或者由他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深刻变化，我想大体是符合事实的。那我今天的课呢，就想围绕这么一个问题来讲，那为什么是他引领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什么是他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这次深刻变化？那我想先讲讲他是怎么引领的，或者是怎么来推动这个变化的。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叫历史的轨迹。讲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我们先得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点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般的叙述啊，都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始拉开序幕的。这个说法呢有道理，但又不是很确切。为什么不确切？是因为实际上在11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务。那从1978年开始，中国大规模地做了一件事情，叫对外引进这个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件事情不是三中全会开始的，是从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甚至不是在1978年，而是从1977年就开始了。那我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始。用我们通常说的话呀，是出口转内销。就是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点，它是问题为导向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先有理论先有设计。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概念吗，叫顶层设计。中国的改革不是先由顶层开始设计的，它是最先由于中国大规模的决策，大规模的这个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那中国派出了自己的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学界的专家到国外去考察。那这些考察当然不仅仅是考察设备和技术，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考察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那这些先进经验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呢，那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非常少的。那长期以来的宣传呢，都是说世界上有2/3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结果这一轮的对外考察发现啊，国外的变化是中国人感到震惊，甚至感到不可思议的。这就颠覆了长期以来的一种印象啊，敌人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而是我们搞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啊，让中国的问题成堆啊，百废待兴，这样就刺激了中国人。那为什么中国会这样？那一系列的问题就要提出来，制度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这样就开始要考虑中国必须要变，中国的改革是怎么来的。而且说到这个过程呢，我想应该说一句公道话，这个过程这个包括华国锋在内，华国锋是最早提出借钱搞建设的思路的领导人。因为中国在文革以后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那按照周恩来在75年四届人大的那个报告里面提出来的，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可是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只剩下24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面，中国面临两个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工业技术落后，中国的设备陈旧，以这样的技术设备根本不可能到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怎么办？必须大规模的引进。大规模的引进没钱怎么办？华国锋提出来借钱搞建设。借谁的钱？当然中国老百姓没钱，那就必须借国外的钱。所以华国锋啊，在对外技术引进这个方面应该说是立了大功的，而且他由此感觉到中国必须要改革。所以这个改革是这么提出来的。但是在对外引进和这个借鉴的这个方面啊，应该说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思路完全一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在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啊，推动的力度更大。所以从中国一开始改革，邓小平就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做出了他的非同寻常的一个这个贡献，就是大规模的推动技术引进。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1977年啊，国家纪委提出了一个引进方案，那个引进方案是要在5年内引进65亿美元的设备，当然也包括技术。那么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以后啊，听取汇报的时候认为这65亿引进的方案太少了啊，他认为还应该更多啊，他说100亿甚至200亿，要以这样的规模来引进技术和设备。所以从1977年的7月份，国家纪委就在调整自己的引进计划。那后来一直到1978年，这个引进技术的规模最后啊，到1978年9月份的时候啊，达到了800亿美元。那当然关于这样一个决策的到了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批评啊，认为当时的引进技术的这个和设备的规模啊太大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引进技术设备的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是起了一个拉开序幕的作用，这个比三中全会长。这里我可以举两个材料啊，1978年的2月9号，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来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你看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就不是65亿美元的问题，他说几百亿的合同都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要怕冒头。而且邓小平说步子要快一些，要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所以邓小平虽然不是最早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
但是它在复苏以后，在推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方面，应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决策者。后来果然中央就在调整，那1978年的2月份就调整了200亿美元，到了4月份就调整了更多，4月份调整到这个500亿美元，一直到78年的9月份扩大到800亿美元。关于扩大到500亿，还是邓小平的主意。我这里也提供一个资料，就是78年6月份的时候啊，他跟古牧，还有余秋里这个几个副总理谈话吧。他说从国外做生意搞买卖要搞大亿，都是什么150亿啊？就是因为一开始啊，国家纪委准备把这个规模扩大到150亿，因为邓小平说要考虑几百亿的合同嘛。那国家纪委呢，当然有一点谨慎，觉得那么多的这个合同，中国还不还得起？那邓小平说不要什么150亿，搞到500亿。这样一来就推动了中国最早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始的。当然我刚才说了，也由于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反过来刺激了中国的改革，中国就开始提出改革的任务。那关于中国改革的任务，邓小平又是最早最系统的考虑这个问题的。这就说到11届三全会了。我们都知道1978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长，开了36天，从1978年的11月10号一直开到12月的这个15号，开了36天。这个会议开完2天后，12月18号到12月22号才开了5天的11届三中全会。我们通常说的11届三中全会应该是包括2个会议的，而最有意义的不是三中全会，而是在这个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个会议呢，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讨论79和80年2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这个会议后来重点转向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当然也由此使得11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也就在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与会者再次讨论了中国的改革问题，而讨论的最系统，考虑的最系统的就是邓小平。那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这是11届三中全会会场的一个照片啊。那么这个讲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邓小平的所有文献里面最著名的文献之一，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中国新时期新阶段新道路的宣言书。这个讲话里面谈了很多关于思想解放的问题，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一些原则的问题，同时也就是在这个讲话里面谈了很多改革的问题。那后来历史研究者发现了，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小平自己的词。1998年的时候历史研究者在当事人那里了解到了这个讲话，邓小平有一个提纲，我把这个提纲的3页纸介绍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邓小平啊，自己不太写东西的，包括写提纲也不太写的，但是这次讲话，邓小平写了整整3页提纲。那这就是这3页提纲的第1页，我们可以看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加强法治，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这都是邓小平讲话提纲里提出来的。还有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还有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那当然后来叫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观点啊，最早就是邓小平在这个提纲里面提出来的，啊，叫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包括加强责任制，从引进项目开始，还有包括开辟新的行业等等。所以邓小平在这个提纲里面对未来的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啊，非常全面。那后来中央的秀才班子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提纲起草了前面的这个讲话，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文献的第四个问题就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个部分着重讲的是中国的改革的问题。这里面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观点，比方我举个例子，邓小平在提纲里面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说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个观点在经济学家看来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最早的萌芽，啊，吴敬琏后来在90年代的一篇文章当中叫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他就有这样一个评论和分析，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这些后来影响中国改革的重要的观点啊，在这个讲话当中已经提出来了，啊，包括像国内市场的重要，这些观点都提出来了，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引进项目，啊，开辟新的行业，啊，开辟新的行业是因为体制改革以后要有很多富裕的人员。那这些富裕的人员怎么安排？邓小平想到的就是要开辟新的行业。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邓小平又再次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的一些设想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阐述。所以后来说11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或者是标志。我想要说是标志的序幕，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这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所做出的贡献。那我刚才说了，中国的改革呀，它是问题这个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就是它不是先有一个顶层设计，它是先出现了实践当中的问题，然后在解决实践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啊，形成了很多对策，而这些对策呢，就后来成为改革的设想、改革的政策。78年的三中全会啊，提出改革的任务，最早是想从哪改呢？最早是想从城市改，啊，那这个改革的思路是放权，最早是准备在四川、北京、天津、上海这么几个地方搞这个工厂、搞工业企业的改革，就是进行放权改革。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工业企业的改革放权啊，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啊，遇到了很多困难，所以这个过程啊变得非常艰难。但意外的是，也就在三中全会的同时啊，中国的另外一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层面的改革啊出现了，这个改革就是农村的改革。这个改革不是中央设计的，这个改革完全是农民的创造。所以邓小平后来说，他说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他说从农村开始，或者说中国的改革的突破是从农村开始突破的。但是这轮改革一开始就遇到极大的障碍，就是在70年代后期，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有一场大的争论，啊，这个大的争论持续了很多年，就是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我刚才说了，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农民的创造，是农民的实践，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小岗村，啊，1978年的12月份，也就正好是三中全会闭幕这个前后。安徽凤阳县小西河人民公社有一个自然村叫小岗村，小岗村呢是一个很穷的村，
这个村一共只有18户农民，18户社员，总人口只有115人。这么一个小自然村，长期以来啊，这个穷困，叫三靠，粮食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这个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后来做了一个调查，说他从1966年到1978年，就是到了他搞这个包产到户的这一年，在这12年间，整个小岗村吃国家返销粮114000公斤。说这个数字啊，比他们全村这个时期所生产的粮食还要多出1/3。这个12年间，整个吃国家救济15000多块钱，15000块钱今天不算什么，当年可是不得了。结果呢，1978年这个冬天，村里18户农民就集中到一个村西，一个叫严立华家里面，就悄悄地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商量，我们以后不要国家贷款，不要国家救济，我们干脆把这个田给分了。18户人就立了个字据，我把这个字据啊，做成了课件演示给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国，我们除了交给国家，我们不要国家的这个，不再吃国家的这个救济，不再要国家的返销了。但是问题是，分田到户这可是一个违法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次分田到户，不是要分田到户，叫包产到户。这个。当时这个社员说的分田到户啊不准确，实际上应该叫包产到户，因为分田到户是所有权变化，分田到户只是经营权变化。那农民因为不太分这种概念，他就管它叫分田到户。这包产到户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2次，一次是1956年，1956年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刚刚完成。在浙江省温州地区的永嘉县就有农民搞包产到户，而且得到了县委的支持。结果57年反右一来，这包产到户就被批评为资本主义单干，就被制止了。不仅制止了，而且县里的干部还受到了处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1960年代初期，大饥荒以后农民搞的包产。那这次后来又被指责为是刮单干风又受到了批判，又被指责。所以长期以来包产到户啊，在政策上是这个被禁止的。那怎么办？18户农户说，我们悄悄地立个字据，我们就悄悄地封完了以后，如果我们这些人主要是干部了，如果要被坐牢抓去杀头，那好，其他的人帮我们把孩子养大，立了这么一个字据。当然关于这个字据啊，这个学界还有很多考证，这里我不详细讲了。那现在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呢，有这个字据里面的签字人，但是大家注意没有内容，就是没有我刚才讲的那个内容。为什么呢？他们害怕，就这个字据万一被发现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只列了一个名字，然后每个人按了个手印或者是盖了个章。由此开始，小岗村就搞了包产到户。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像小岗村这样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呀，在中国农村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就是在当年。当然在安徽省这个地方包产到户呢要搞得更多一些，原因是当时安徽省委的领导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是这件事情，所以很快在安徽省，特别像凤阳县、这个肥西县，像这些地方这个包产到户就在79年春天就比较广泛的推开了。但这一推开就引起争议，那不仅是在安徽引起争议，而且在其他省份也引起争议，就能不能搞包产到户？这还得了？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实际上除了安徽以外，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广东、四川、
这个吉林、甘肃、内蒙、陕西很多省份，所以这个小岗村呢不过是一个代表嘛，很多地方都搞了这个，悄悄地搞包产到户。这张照片当然是这个改革开放获准了以后，小岗村的这个十八户农民，其实没有十八户，照相的时候有四户农民代表没来他们在这个签字的这个草房前面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当时安徽这个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安徽农村调查这个农村情况的时候的照片因为他很支持农民基层的这个包产包户的举动，但是后来就引起广泛争议。到了1979年春天的时候啊，农村的包产到户，我刚才说了，在很多省份都悄悄地搞起来了，就引起争议，怎么办？1979年，国家倒是非常重视农业，所以1979年就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其实当时的领导人像华国锋、李先念，这个都很重视农业。他们在农业的投入方面，在农业政策方面，应该说比起文化大革命的那个阶段，已经做了很多调整，比方说扩大农民的自留地。把农民的自留地的政策这个固化下来，允许一定的集贸市场，强调在人民公社的管理当中实行按劳分配，另外在农业投入方面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的力度，比方说改善农村的水利史。后来这个国家农委有个副主任杜润生，他就回忆他和水利部的部长，也是国家农委委员钱正英两个人去向华国锋和这个李先念汇报，钱正英一下提出来要50亿，马上就批准了。但是呢，在农村能不能搞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面争论得很激烈。1979年的3月12号到24号，国家农委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因为对于当时农村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争论很多呀，那到底能不能搞包产到户啊？国家农委就开了一个座谈会，叫七省三县座谈会。七省是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个省的农口负责人，再加上三个县的县委书记，一个是安徽的全椒县，一个是广东的博罗县。那还有一个是四川的广汉县，顺便说一下，这个广汉就是后来第一个摘人民公社牌子的那个县，来开会讨论。讨论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责任制，其实就是包产到户的问题。结果一讨论呢，争得一塌糊涂，绝大部分人反对，只有安徽省的农委主任叫周月礼据理力争。他因为安徽的包产到户啊，安徽省委是比较支持的，所以周月礼就提出来说，你在一些那么贫困的地方那么落后的地方农民又不愿意再搞集体这个管理集体经营，能不能允许他们搞一点包产到户？因为当时刚刚开始搞包产到户，那包产到户以后的结果大家不知道，所以主要从包产到户的条件来看，所以周月礼提出来说，能不能我们开一个口让农民选择，结果绝大部分人反对。而且呢，就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一个甘肃的干部到河南去出差，这个人叫张浩，真实的名字不知道叫不叫张浩他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提出来叫三级所有对围基础应该稳定，因为人民公社的制度体制叫三级所有对围基础就是有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或者叫生产小队，三个层级。那么以生产队作为一个基本的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这个当然也这个人民公社的体制还不是1958年的体制，1958年的人民公社是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这是后来纠正大跃进的失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就调整到
三级所有对为基础。但是即便是三级所有对为基础啊，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认为这还是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生产发展水平，还是希望更多的用农户经营的办法。哎，但是这是一条底线。毛主席在60年代为什么批评包产到户，就是认为他突破了这个底线。那这个文章，这个张浩的来信呢，在人民日报不仅发表，人民日报还给他配发了一篇短评，所以就引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啊，这三省、7省、3县的会议就吵得更热闹。这个20号这天，华国锋亲自到会，做了2个小时的长篇讲话。这个举动不太容易，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参加一个部门召集的一个地方座谈会，一讲讲了2个小时。那华国锋的不仅意思啊，是说还是要维持三级所有这个对为基础啊。这点应该这个肯定，就华国锋倒不是更多的从这个走集体化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讲这个问题，他更多的是考虑，他说你农忙时节，比方南方有双抢，说这时节你要是搞农户经营，他劳动力都紧张，他说你怎么搞包产到户。李先念也不同，李先念是坚决反对。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也不同，领导都不同意，可是开会的多数人也不同意。这个会议啊，后来关于包产到户这一条啊，还是没有得到这个通过，所以形成了一个纪要，叫做这个7省3县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这个纪要里面，关于包产到户专门有一个规定，说这个包产到户啊，失去了集体劳动和统一经营的好处啊，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说这个和分田单干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即使如此啊，应该告诉大家，他也还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最后一句话叫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最后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口子啊。所以从这里看，应该说华国锋这个领导人啊，还是能够听进一些不同意，也就是基本上是不同意，但是也开两口子。事后的结果是在各个地方，这个会开完了以后，各个地方对于已经开始的包产到户啊，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政策。有些省份或者绝大部分省份就要求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全部收回来。当然，也有一些省份呢，这个包产到户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有一些这个蔓延。为什么呢？就抓住了文件的最后这句话，说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也可以实行。什么叫深山，什么叫偏僻，这没有标准，实行的地方说我这就深山，我这就偏僻。所以到了79年的下半年，包产到户的情况啊，就更加在某些农村地区就更加发展。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是非常大。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领导人，这个有的领导人支持了这个包产到户，一个是陈云。79年的6月份，也就是这个7省3县座谈会一开完，这个不久以后6月份开人大，开5届人大2次会议，这个万里去退，万里是人大代表，那休息时候就见到了这个在主席团嘛，就见到了陈云。他就跟陈云说，他说怎么办呢，陈云同志，他说我们安徽已经搞了包产到户了。陈云说，我双手赞成，就是支持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那么后来呢，万里又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也提出来，他说只要你们认为是正确的，你们就可以干。当然这些都是个别表态，而且79年9月，邓小平还专门去了一次安徽，这就是这一次邓小平安徽的时候啊，在黄山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合影。尽管导人表态，但是整个从制度上、从政治上说，包产到户仍然是被禁止的。
所以啊，到了79年9月份，开了一次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争论的这个非常激烈，啊，就是认为到底能不能搞包产到户，因为这次是不是七省三县了，啊，也不是农口负责人，而是各个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同意，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会议啊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啊还是维持了七省三县那个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基调，就是还是不允许搞。你看他这个决议里面，他这个加快农业发展决定里面说不许分田单干啊，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就是还是不允许。啊，当然，也跟这个七省三县座谈会一样，还是留了一个口子啊，就是说这个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啊，也还可以搞。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整个农村的包产到户，特别是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仍然在蔓延。而且在一部分省啊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当然这个省不是多数，除了安徽以外，当时支持包产到户的省份还有内蒙，啊，内蒙古的第一书记周慧很支持，还有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很支持，还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迟碧清很支持，大概也就是这么零星的几个省份。这样一来，到了年底，就是到了年底的争论更大。年底年初，到了80年1月份呢，这个准备要开五中全会的时候，争论更大，就是关于包产到户。有的人甚至认为，辛辛苦苦30年，一觉醒来就回到了解放前，这土地啊又回到了这个私人手里了，不是集体化经营。在这种情况下面，80年4月份，啊，就是开完五中全会后啊，80年4月份，邓小平有一个表态。就80年4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跟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这个时候调到北京了。万里是80年1月份调到北京的，他原来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嘛。另外跟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姚依林也做了谈话。邓小平在这次话里面谈得比较明确了，说对于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啊，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实际上就是等于肯定在一些生活穷困、经济落后啊、地广人稀的地方啊，可以让他们搞包产到户。而且邓小平非常肯定说你这个不用怕，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你只要包产到户，那就等于是分田，分田就等于单干，单干就是资本主义。那邓小平说你不要怕啊，这不会影响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五月底，邓小平又有次谈话，那次谈话就谈得更明确了。后来呀，很多研究者都把这次谈话作为邓小平对于包产到户的一次标志性的表态。就邓小平再一次跟姚依林、跟胡乔木跟他们谈话，就讲得非常清楚，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专门肯定了安徽，他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因为这个时候啊，包产到户已经实行了1年多。你看，78年的年底或者79年的年初搞包产到户，那么从夏收到秋收，啊，然后到了80年，当然80年夏收也还刚刚开始。已经看到了包产到户以后粮食增产的这样一个结果了。
所以邓小平就用这样一个结果来证明，说增产幅度很大嘛。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就翻身。所以他说这样搞啊，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啊，他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后来在党内做了传达，如果说前面啊是个别谈话的话，那么这次讲话是做了传达，所以这次讲话的影响非常大。下半年中央再次召这个省市自治书记会议的时候，就正式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包产到货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就这个文件才正式由中共中央认可，可以在一些有条件搞包产到货的地方实行包产到货。啊，这里面有一大段话，我都把它做成了课件，这个引出来，这个介绍给大家。这个里面最关键的是说，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面，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货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并不可怕。这是中共呢第一次对包产到货做如此正式的肯定。所以到了80年9月份以后，中国的包产到货才算开始落上户口。当然到了2年以后，1982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文件，第一个这五个一号文件吧，第一个一号文件就是82年。第一号文件里面对于包产到货的性质啊，做了更明确的规定，认为它不仅不是这个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从这个包产到货的这样一个争论和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邓小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在邓小平表态之后，党内还有很多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争论，但是无论如何，在包产到货这个问题上面，终于在80年的秋天，80年的9月份，正式上了户口。由此，中国农村的改革才进入了一个有实质性突破的阶段。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又一个关节点。那当然，实行包产到货以后，中国的农业，那我以粮食产量这个为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个2年间，中国的粮食的增产量啊，增长了2000多亿斤，而且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就突破了8000亿斤。啊，我们可以看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全国粮食总产量是8146亿多斤。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8000斤啊，是1958年中共中央对外宣布的全年粮食产量。啊，1958年啊，当时这个发布的中共中央的公报对外宣布说，1958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是8000亿斤，但实际上是多少呢？1958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实际上是4000亿斤，啊，也就是说，这个假话呀，这个夸大了一倍。那实际上真正到8000亿斤是什么时候呢？是到了1984年，而且在6年内增产2000亿斤，这个幅度是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可以看出来，这个包产到货对于改变中国农村这个形势的根本性的作用。那么包产到货的这样一个问题刚刚解决啊，或者是初步解决，紧接着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面出现了一场大的风波，这就是特区风波。
说到特区啊，我们一般都从1979年讲起。啊，我还是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也不确切。那，因为它历史的词啊不是十分吻合。说到特区，其实应该从1978年讲起。我前面不是谈到过吗？就是1978年，因为要派出大批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官员、企业的代表、学界的专家出国考察，那么所以当时中国政府派了很多代表团，那其中有一个代表团叫是以国家纪委副主任段云为首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港澳。这个段云考察回来了以后啊，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是当时这个段云的照片，国家纪委副主任叫段云，段就是那个初级阶段的段，云彩的云。段云回来以后写了一个考察报告给中央。段云的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他说我们能不能利用宝安和珠海毗邻港澳的这样一个地域优势，把中国的宝安和珠海啊办成一个出口加工区和对外游览区。哎，这个报告给了中央以后，谁批的呢？华国锋批的。我这里提供，这都是资料啊，这都是非常可靠的资料。1978年6月3号，华国锋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啊汇报，这个港澳考察组说啊，就前面谈到的，认为广东的宝安、珠海啊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非常有利，建议将两县建成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以及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你看，大家看华国锋怎么表态的？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啊，工厂怎么个摆法的问题啊，他说这些都要研究。这说明什么？说明华国锋是赞成这个意见的。而这个材料表明，最早考虑在宝安和珠海这个两个地方啊，当然不叫特区啊，叫出口加工区或者叫对外游览区，实际上是华国锋啊，实际上是港澳经济考察。我顺便说一个情况，就是据这个任仲颐回忆，任仲颐大家知道是70年代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据任仲颐回忆啊，任仲颐在当时啊还向华国锋提出来，把当时的旅大建成一个特区。华国锋还很肯定，华国锋不仅肯定，而且把这个把这个武穆派过来，还专门在一个旅大，就旅大嘛，就是旅顺和大连啊，来进行了考察。所以啊，如果华国锋的这样一个设想能够后来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大连一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这个特区。也就是说，1979年在南海呢画的那个圈呢，应该画1978年画在这个黄海，应该画在我们大连。那这样一个设想啊，后来广东省委非常重视，所以到了1979年年初的时候啊，开办三中全会，广东省委就研究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个特殊的政策啊，在广东的一部分地区，那当然主要是紧邻港澳的地区，实行一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就像中央提出了一个方案，这就是特区最早的由来。那中央很肯定，尤其是邓小平，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广泛引用的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你们要搞我们只能给政策，而且特区这个名称就是邓小平最早提的，因为这个地方叫什么，有叫加工区，有叫游览区，有叫对外出口基地，什么叫法都有。那最后邓小平说，干脆我们过去陕甘宁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啊，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面是这个国民政府下面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我们就干脆，那个当时政治特区，我们干脆经济特区，这个概念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所以邓小平在特区政策一开始
就给予了支持和肯定，而且特区的名称也是他提的。所以1979年四月份啊，中央正式决定在广东和福建的四个地方搞特区，就是广东的深圳，就今我前面说的宝安，他宝安过去深圳是宝安下面的一个镇啊，后来当然不叫宝安了，就叫深圳了。那就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搞四个特区，做出了一个正式的决策。那么从79年以后一直到80年代初啊，四个特区开始了自己的特区建设。应该说最初啊是既轰轰烈烈，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那这两个特区呢，分别有两个主要的领导人，一个是从辽宁省委调到广东省委的任仲颐啊，这张照片就是任仲颐陪同国务院副总理啊，也是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的主任古牧在深圳视察的照片啊，这个是任仲颐，这个是古牧。这任仲颐到了广东以后啊，这个大刀阔斧，那当然不仅仅是个特区的问题了，在广东其他的经济政策方面、社会政策方面啊，推出了很多举措。那当然，特区也是他这个重点关照的一个内容。所以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也出了很多问题，这个等会儿我们说。另外一个嘛，就是中央同时向福建派了一个领导人，就是当时这个农机部的副部长向南，把向南派到福建省委，一开始当常务书记。这个任仲颐一派到广东就是当第一书记，向南的不同，一开始当常务书记，到了82年年初才当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那这张照片呢，是向南在福建考察时，就考察那个厦门经济特区。厦门经济特区很小，只有这个几平方公里，是一个叫做想忘了那个名字叫李，我忘了一下名字了。这个一个。不是整个这个厦门岛，是厦门的一个地方啊，正在这个地方考察的这个照片。我刚才说了，特区既搞得轰轰烈烈，那取得了很多过去所没有的这个成就，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走私啊。我们都知道深圳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沙头角。沙头角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街叫中英街，为什么叫中英街呢？就是其街啊是一条街，但是劈作两半，这个街的这个北边是属于这个深圳，街的南边呢是属于香港，连这个警察都是分两种警察。这个照片很典型，你看北边是两个这个武警，南边呢是两个这个港警。那么在深圳特区或者是其他特区发展过程当中，就利用了这种这个特区政策不完善的一些空子，同时又利用了这个地域的优势，就出现了大量的走私。走私的情况非常严重啊，应该承认渔民不打鱼了，拿着船去这个走私那个电子产品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什么收音机啊、录音机啊、什么电暖壶啊、刮胡刀啊、还有那个电子手表啊，大批的这个走私到内地，工人也不做工了，也去跑这个走私的买卖，甚至学生都不上课了，甚至一些机关干部啊也是参与到这个走私活动当中，所以走私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是由此就引发了一个大的争论，这个争论呢，就是这样一些现象，是不是表明我们搞特区的这个政策错了？那当然就引起很多争论。党内有不少人，那当然也包括社会上啊，社会上包括党内，甚至是党内高层有很多人就提出来，这个经济特区的问题要整顿。党内有一位资深领导人，地位非常高，就提出来，特区是要发展，而是要收缩的问题。要整顿。那更多的人就认为现在的特区啊实际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那特区啊现在已经不姓社了，已经姓资了。
1981年的年底，中纪委就给了中央常委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提出来说，这个深圳特区的走私活动非常猖獗。那中央常委很多领导人都批了，要这个严厉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面，82年的2月份，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了一个两省座谈会，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国务院的相关部委、中央的相关部委、书记处的主要的成员全部参加了，就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颐和福建省委这个第一书记向南召到北京。这个会议啊，主要是严厉指责和批评广东和福建两省省委，特别是批评任仲颐和向南，这个话呀说得非常厉害。上面有人说我们今天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就说这个走私和反走私，还有人甚至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这都不是一般人物啊，这都是中央书记处甚至比书记处的职务更高的人。还有说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就说你太放开了。甚至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中央书记处有一位书记甚至这样说，现在的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都变成资本主义。也就在这个会上，中央一个专门研究政策的机构啊，还发了一个材料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每人手一份发给大家。意思是什么呢？潜台词就是说，现在的经济特区啊，就是旧中国的租界。这个给了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极大的压力，同时也让中国的特区建设遇到了一次极大的挫折，就是到底怎么办？中国的特区还要不要继续实行？这个特区政策还要不要继续实行？特区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一次大的波折。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没有表态。邓小平看到了材料，当然他对走私嘛有明确的态度，走私他是要打击的，但是对特区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特区的政策到底有没有问题，他没有表态。他看了多长时间呢？他看了2年，82年看一年，83年看一年，到84年这一年，他视察了这个3个特区，就是广东的2个特区，深圳和珠海，然后是福建的厦门。这是1984年的元月份，邓小平到深圳市的时候啊，深圳当时的这个市委书记梁湘陪同他考察的照片。他是1月24号到深圳，然后25号、26号，连看了3天。接着，邓小平就去了珠海。26号这一天，从深圳有个蛇口，他在蛇口看了这个蛇口加工区以后，从蛇口坐海军军舰就去了珠海，在珠海待的时间多一天，26、27、28、29，看了4天。在珠海呢，他给珠海提了一个词，叫珠海经济特区好。在深圳呢，他待了3天，一句话不说。当时的深圳的领导人、广东省委的领导人急坏了，说这小平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很想让这个邓表态，邓一句话不说。但是很奇怪，邓小平到达珠海的那一天，就给珠海提了个词，叫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下把深圳市委的领导人更加急坏了，所以29号开完这个视察完以后，邓小平回到广州休息。深圳市委专门把接待办、市委接待办的主任派到深圳，说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必须把小平同志的题词给我拿回来。邓小平后来真是提了，不仅提了，而且提的比珠海还多。邓小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注意邓小平落款的时间，邓小平是30号提的，
但是落款的时间是哪一天呢？是1月26号，就是他离开深圳的这一天，他是倒天之气的。据说深圳市委啊，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接待办主任连念了3遍，不相信，非常兴奋。那接着邓小平就去了福建厦门，这是邓小平在福建厦门视察的照片。在邓小平左边的这一位，就是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向阳。这一圈视察完了以后，邓小平回到北京啊，先到上海。邓小平就有明确的态度，在上海他就说，他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啊。注意前面的那个争论，前面的争论是说你不是活过，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啊。前面的这个党内资深的元老认为特区啊不是要这个进一步增加的问题，而是要收的问题。那么邓的表态是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不够。接着回到北京就找中央负责人谈啊，胡耀邦、这个赵子阳、姚依林非常明确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3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非常明确。而且就在这次谈话当中，邓小平提出要把沿海的很多城市啊进一步开放。大连就是在这次谈话当中被第一个提到的。邓小平说厦门这地方划得太小，就是刚才说的那只有几平方公里，他说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他说除了现在的特区之外，还得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大连。大连、青岛，他说这些地方呢可以不叫特区，但是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而且这次谈话还提到要开发海南岛。所以邓小平谈完话以后，4月份中共中央就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啊，大连、秦皇岛、天津、这个烟台、这个上海、连云港、宁波啊，一直到广州、北海。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以经济特区为龙头，以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第一梯队，然后波及到以这一第一梯队组成的经济开放区，然后向内地辐射的一个这么一个战略发展的一个态势。这就跟邓小平84年这次视察特区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中后期，我们就看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以特区政策的这个进一步的推进啊为特点，有了更大的发展。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关键点。第三个关键点是关于故宫问题的争论。就在经济特区的问题啊争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当时另外一个问题也提出来了，这就是故宫的问题。这个故宫的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在文革以后开始出现的非公经济这个话题讲起。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啊累积了大量的待业人员，甚至是失业人员，而文化大革命后期呢又有大批的知识青年回城。整个文革期间呢，中国城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一共是1700万。当然在70年代前中期啊，陆续有一批人，有一批这个知识青年回城啊，当了工人。但是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还在农村。那文革结束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啊停止，那大量的知识青年就要回城。按照政策呢，陆陆续续回了城。
这一回城就已经给文革十年已经累积的那个待业的人口队伍啊，又增添了新的这个比例。整个据专家统计，到了1978年，中国的整个城镇待业或者叫失业的人口有多少呢？2000万人口。1978年全国的城镇人口是多少？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1.3亿。1.3亿的城市人口里面，有2000万人口是失业的，是待业的。你想想这个比重多大？所以，当时给这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就是就业问题，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问题，因为这些人没工作怎么办？那最早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允许自谋职业啊，现在我们叫自主创业，当时的说法叫自谋职业。尤其那些知识青年，回城的知识青年怎么办呢？不要说国营大厂，连街道工厂都没法安排，那怎么办？就自主创业啊，自谋职业。就北京那个大碗茶，可能大家听说过，那大碗茶是这个当时一个知青叫尹胜喜办起来的，全部吸收的是这些回城的上上下下的知识青年。另外就开始出现个体户啊，个体户在当时的政策1979年政策当中是被允许的，因为政府没有办法，问题太多。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啊是问题为导向式的改革，也出现了这些问题。北京一个有名的第一个个体户餐馆，就是这个北京东城区一个老太太办的，叫阅兵饭店。老太太两口子原来都是这个，老太太是当时家庭妇女了，这个她的丈夫呢是原来国营企业的一个工人，会做饭的，是个大师傅。家有4个孩子，一个知识青年回城了，还有2个孩子本来就失业，还有一个小这个最小的孩子还在这个读书。6口人，她一个家庭妇女，她丈夫还退休了，怎么养活？没办法，她就跟区工商局申请说我要办一个饭馆。这区工商局啊，犹豫了好几个月不敢批，说你这办饭馆，这不等于私人办饭馆吗？那哪行啊？这私人办饭馆，那不就是单干吗？单干不就等于资本主义吗？批了好久，终于批准了。就叫阅兵饭店，这就是当年啊，阅兵饭店就这么一个门脸，现在还在，这个门脸还是这么小，啊，后来稍微装潢的好一点，就这个，这就是老太太，就开始出现个体户，出现个体户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个体户啊，他得发展，啊，当这个老太太饭馆没发展，可是其他的个体户他在发展，他一发展了就必须雇工。啊，因为单家独户的人经营忙不过来，就要雇工，这雇工就发生问题。我这里举个例子，广东高要县呢有一个农民，啊，沙浦公社有个农民叫陈志雄，他呢会养鱼，他就跟这个那个包产到户可以包了嘛，他就跟生产队承包了8亩这个水田，啊，把它改成这个鱼塘。这个头一年，79年这一年，他个人的纯收入就1500元，1500元不得了啊！哎，第二年他说我还得包，第二年一包就包了151亩，第二年一包了以后啊，那当然收入更多了，但是这一包他151亩，他哪这个一个人哪能这个雇得过来啊？因此就雇工，就雇了一个固定的长期工。还雇了1000多个工日的临时工，哎，这一年的收入更多，这一年他的纯收入8500多块，哎，他就积极性更大了。这个81年就包，81年他包了355亩，啊，355亩，他给这个生产队承包的这个承包金额是55000块。当然81年还没完就出事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雇工就雇得更多了，这还得了啊？雇工是什么行为啊？雇工是剥削行为。
京日报在五月份就发表了一篇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争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故宫问题。这场争论同时啊，还有一场关于另外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人呢、啊、叫年广久，年广久有一个外号叫傻子，啊，他呢有一个小本生意，就是卖那个炒瓜子，所以他的瓜子啊，后来有名叫傻子瓜子，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为什么傻呢？他的这瓜子啊，又饱满又大，同时价格又便宜，他采取的经营政策是薄利多销。这个人是安徽芜湖的一个下岗工人，他的父亲啊原来就是卖这个水果的，文革期间啊他就倒腾一点这种黑市，他跟着一个师傅啊学这个做炒货，炒点什么瓜子啊，炒点什么豆子，学了一门手艺。所以呢三中全会以后啊，他就开始把他这个手艺捡起来，干脆卖瓜子，卖瓜子啊一下卖出了名，然后他就卖得很大，然后就开始雇工，雇的最多的时候，大家知道年广久雇了多少工人？最多的时候他竟然雇了100个工人，这就不是小资本家了，这变成大资本家了。哎，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你这是剥削。所以围绕雇工问题就引起一场大的争论，这个争论一直到1982年底。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专门给中央这个写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故宫剥削问题，就认为啊，现在这个农村这个政策开放了，农民这个经济搞活了，这个当然是好的，但也出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故宫，他现在的故宫啊，有的雇的上当，其中就有这个年广久，啊，说这个安徽芜湖的一个个体户啊，竟然雇了100多工。所以就引起争论，引起上大的争论，一直这个书记处就开会，而且当时中央纪委呢也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故宫的这些个体户里面有不少是党员和干部，啊，农村或者城市的基层党员和干部，那这些人要带头搞活经济嘛，那所以他就要带头搞这个个体，要发展个体经济，那一发展呢就要故宫，这一故宫呢就被认为有剥削行为。所以1983年中纪委围绕故宫党员要不要保留党籍开了6次会，6次会绝大部分中纪委常委都认为应该开除，他只有一个人坚持不能开除，啊，这个人叫李昌，是中纪委当时的这个副书记，他说不能开除，说现在啊，党的政策是富民政策，是让农民搞活起来，是发家致富，啊，那现在这个个体经济的发展它是符合政策的，你们现在把这个党员开除出去啊，那不就等于告诉大家党的政策要变吗？所以折战了6次，然后就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书记处一讨论也是争得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故宫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啊，还跟我们大家生活的东北有关系。1950年1月份，东北局开会，就讨论工作，其中有一个问题起争论，什么争论呢？东北大区因为土地改革搞得早，啊，他从48年开始搞土改，那这个黑龙江这些地方可能17年就开始搞，所以啊，农民很早就分得了土地。分得土地以后，农民积极性很高，啊，所以非常勤奋的，很快1年内就改变了自己的境遇，啊，有的盖了新房子，有的添置了骡马，有的娶了媳妇，有的甚至买了土地，新买了土地，这土地一大，单家独户种不过来啊，因此就雇工啊，这一雇工就变成了富农，所以东北大区啊，1949年、1950年就出现了大批的新富农。东北局开会就讨论说，这新富农里面有不少是农村基层的党员和干部，这农村基层的党员和干部成了富农，那就成了剥削阶级，那这些人能不能还继续成为党员啊？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争论，东北局也是争论的非常激烈，一种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保留党员身份，
当然也有同意继续保留。后来这个争论一直争到中央组织部，争到刘少奇那儿，是刘少奇这个做了一个这个结论，说你们东北大学根本不该提这个问题，说什么党员有没有剥削。他说现在党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里面有一条就是保护和巩固个体经济，而且要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啊，你们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他说你们这是搞教条主义。这才平息了东北大学的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富农问题，也是关于故宫问题的争论。所以到了80年代，这个问题又再次提出来。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书记处啊，没有一个定论。然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汇报的结果就是不争论。后来不是邓小平老说吗？他说不争论是我发明的，啊，或者他说我有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大家知道这个不争论从哪开始吗？就是从故宫问题开始。他叫看三年不争论，啊，既不提倡也不反对。邓小平的这样一个结论才终于平息了，在84年才终于平息了高层关于故宫问题的这样一个争论。那当然结果是什么呢？看三年的结果是个体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啊，我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当然是到83年了，后面我就没有列了。所以后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专门谈过，他说前些时候那个故宫问题相当震动，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2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大局吗？他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就是你把一个年光酒抓起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影响了人心，大家就觉得你共产党要变政策了。所以啊，由于故宫这样一个争论的平息和解决，就使得整个个体经济啊不仅稳定下来，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啊，这是我要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关键点。第四个关键点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最终终极的目标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确实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呢，或者说是讨论呢，可以说是从70年代后期，从这个1978年就开始了。那我们都知道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是呢计划经济当然不是说一无是处啊，这个我们得历史的看。计划经济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大建设啊，对于集中国家的资源啊，进行一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当然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这个体制又显出了它很多的问题，啊，这个体制僵化，这个体制过于集权。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前面不是谈到吗？那中国大规模的出外考察回来了以后，就要讨论呢，说我们为什么比西方落了这么远，落了这么大的距离啊？就讨论我们这个体制出了什么问题啊？那计划经济体制当然就是一个重点被反思的问题。应该肯定，最早提出这个要突破一个大一统的计划体制的是陈云。陈云在1979年春天的时候就曾经专门就计划和市场啊，写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纲，就他的思考。他思考这么的，我们都知道陈云在党内是著名的财经方面的领导人啊，从49年一建国就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所以他对经济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他对经济体制的反思应该说也是非常敏锐，
所以79年他反思，他就认为，他说社会的经济啊，必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这个市场调节。实际上啊，陈云的这个想法在50年代中期就有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啊，陈云就认为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啊，应该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啊，我们这个对陈云有一些了解的同志一定知道。所以，到了79年的时候，他就认为我们不能再搞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单一的计划，应该有一部分是调节。当然在陈云看来，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和主要的，第二部分呢是从属的，是次要的。陈云的这个思想啊，当时李先念在国务院系统专门做个传达啊。李先念传达的是说，陈云同志提出来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所以应该肯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里面是陈云第一个提出来的，就这个概念本身来说是陈云第一个。当然市场经济在陈云这里啊，实际上是他说的那个调节啊，不是作为一个体制，是作为一个计划经济的补充啊。那陈云的这个思想对于突破长期以来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有非常重要的，就至少他在原来大一统的计划体制里面已经提出要有一个部分是属于调市场的这个部分。那么邓小平当时也有这个看法，这个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么邓小平在78年的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呢，有提到过我们在自主权和国家计划发生矛盾的时候，主要要靠价值法则和供求关系来调节，这就已经带有这个市场经济的萌芽。不过坦率地说，这个时候啊，邓小平主要的这个想法，主要的理解啊，跟陈云的想法比较接近，就是市场经济还是属于一个调节的部分。1979年这一年，邓小平就第一次提出这个市场经济，啊，他比陈云稍微晚一点，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在会见宾的时候，第一次提市场经济。他说市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对的。他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注意这句话就表明啊，邓小平的想法1979年跟陈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既要有计划经济还要有市场经济。当然在陈云那儿说的更明确一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或者叫市场经济为辅。但无论如何，1979年开始，党的领导人已经在对于中国几十年的历史的经验的反思当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那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都知道8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构成里面是大量的出现了原来不被许可的非公有制经济，比方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个体户，这是属于个体经济。那以后这个个体户发展的更大，还出现了私营经济。更重要的呢，还有在对外引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且引进资金，甚至引进国外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这就更不是这个公有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的成分啊，或者说非公有制的成分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中国原来那个最初设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那个设想也遇到了要进一步突破的问题。但是也正在这个问题上面，党内发生了很多的不同的认识，发生了分歧。1982年，中央书记处一个专门做政策研究的机构，就向中央常委报说：“现在啊，在经济理论方面有4种观点。四种观点是什么观点呢？说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啊，一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种呢是说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种呢是……哦，我这个不对，我这个说的不对。第一种是计划经济，第二种是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三种是商品经济，第四种是市场经济。报到中央以后，那一部分中央领导人认为这四种观点里面第一种观点是最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的，这个最后一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所以就批评啊，甚至是批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这个主张。但问题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事实上这个中国的经济啊越来越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方面发展，尤其是农村改革在八十年代前期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后，就显得中国的城市改革或者说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面临着更加滞后的一个局面了。因此城市改革到底怎么改，八十年代中期啊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中国的城市改革一个大的争论问题就是到底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还是走向市场经济或者叫商品经济。到了1984年，这个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城市改革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大的争论。那么当然最后这个争论的结果是这个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为叫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啊，坦率地说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因为我们都知道计划和商品显然在逻辑上是冲突的啊。但是在党内因为当时认识有分歧，最后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两种意见结合起来，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有计划的商品。这是我前面这个提到的第二步，就是进入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阶段。那当然虽然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讲它还是进了一步，因为虽然有计划这个定语，但最终的这个主语叫商品经济。那这样一个决定得到了邓的高度的肯定啊，邓的肯定呢评价很高，他说呀，中央的这个决定，他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就他评价很高。他不仅评价，但实际上在做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支持和肯定这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最终向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出台以后，关于这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分歧解决没有呢？还是没有解决。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争论在延续，甚至出现了反复。一个反复最明显的事实是1985年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位党的资深领导人在会议上再次肯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啊。他说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话没有过时，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这个话呀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话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呢？重点在讲整个中国的体制还是要回到计划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轨道，重点在这个地方。这是公开的讲话，公开的报道，所以在海内外啊引起广泛的这个哗然。因为前一年的10月份刚刚通过那个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确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怎么到现在又恢复到了市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了？也就在这次讲话之后一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邓小平会见一个美国企业家代表团，他说了一番这个针锋相对的话。他说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的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
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能更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个话非针对性非常明确，就是他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回到那个计划经济的那个老路上去。当然，尽管如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这个时候仍然还是在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所确定的那个定位上面，而且后来的争论还很多。一个最大的争论就是，这个到了13大，13大呢，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面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啊，有经济学家呢对这样一个提法，有很高度的肯定和评论，认为这是比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但实际上，13大以后围绕计划和市场问题的争论更大了，特别是到了89年以后。啊，我们都知道89年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以后啊，中国整个的这个改革啊，这个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困境。啊，89事件以后，有相当的人认为，整个89事件呢，不仅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自由化的结果，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当中自由化的结果。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更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自由化，而这个自由化就是在80年代前中期的时候，这场改革被实际上引导到了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而市场就是资本主义。所以争论非常大，有的人甚至认为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重新搞的阶级斗争啊，主要是要这个批判在80年代初期以来的这个搞的这个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就是不问姓氏姓字。所以90年、91年就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关于姓社还是姓资啊，姓公还是姓私，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当然，这个争论呢，主导的方面是这个批判那个市场方向改革的主张和观点。那邓小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看到了，而且他对这场争论也有他的态度。90年年底，他跟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就针对这场争啊表了态。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么回事儿。”他这个表态就是针对当时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这场大讨论、大争论。但是邓的这个表态，对于当时的这一场争论呢，没有像他以前那样啊起到定调的作用。争论还是在继续，不仅在继续，而且有越来越放大的这样一个态势。到了1991年更厉害。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计划和市场的问题。91年的年初，他去上海，他去过春节，他跟上海市的领导人再次提出，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到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6次谈到市场经济了，从1979年开始。同样，跟他90年底的那个跟中央负责人的谈话的结果一样，邓小平这次谈话同样没有起到像以前那样能够平息这场争论的作用，争论还是在延续，或者说，对于市场经济的批判还在延续。在这种情况下面，邓小平才有他那个著名的视察南方的谈话，就是他到了武汉、这个深圳、珠海、这个上海去视察，视察的结果呢是非常肯定这个市场经济，
他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说这两者都是手段。这次讲话以后，那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党中央刚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这个分歧啊，延续的时间是最长的啊，从7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而在这个问题上面，邓小平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执着。我刚才讲过六次，到南方谈话时讲过七次啊，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反复谈到，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好了，我刚才这个前面的梳理啊，都是要介绍这个邓小平在中国改革的关节点上他所做的贡献，他所起的作用。那下面呢，我想回答，那为什么邓小平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想做一点历史的分析。当然我要说明为什么会起到作用，这个问题跟我们前面讲到它怎样起到作用啊不一样。前面是一个历史的还原，那后面是个历史的解读。这个解读啊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解读的视角和方式。我这个呢不过是从我个人的视角啊谈点看法，供大家一起那个可以讨论，也可以批评。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个中共中央对于邓小平在其中起的作用有一个高度的评价和结论。这个结论其实就是对邓小平的一个历史定位。这个结论呢是1992年召开的中共14大报告里面做出的啊。这个结论是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啊。后面当然还有一段话我就不念了。这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定位，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而这个结论这个定位啊，在我看来实际上跟这个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傅高义的那个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现在我想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成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个人特质，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节点上能起这样的贡献。那第一个是从个人特质的角度。我们都知道，邓小平之所以能起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节点上一般人或者甚至包括党内高层起不到的作用，跟他的资历、经验、水平甚至包括性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邓小平是1922年旅法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这个成员，从这年开始到1978年，他在党内的共产革命的经历有56年啊，应该说是党内的资深元老。而且在1978年的中共中央这个高层的领袖群体里面，可以说他的资格是最老的，他是22年，其他的人啊都比他要晚。最重要的还不在这儿，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参加共产革命以后的经历非常丰富。他既有在党内从事党务工作的经历，也有在军队从事兵运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啊，领导一个方面武装力量的经历啊，这个资历啊也是一般人不多见的，特别是在1978年的中共高层群体当中啊不多见啊。因为有的人可能管一个方面管得很多或者管得很长，但是你要管多方面的可能就未必了。而邓是管过多方面的，既管过党务也管过军队还管过政府。
而且他从1952年开始就到中央工作。1952年7月，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政务院当副总理。啊，刚过财政部长，刚过交通部长。1955年开始，又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的3月份，在这个7届六中全会上面，这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且担任了中共中央的秘书长。1956年在8大上，他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就负责全面，负责特别是党务工作的全面的事务，一直到八大革命。那这种经历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那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呢，他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啊，他在中央常委里面排名第7，但是邓小平的位置非常重要。这一点啊，我想用毛泽东59年的一段话来证明。1959年的3月25号到4月5号，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4月2号到5号呢，开了一次叫8届七中全会。这张照片是8届七中全会主席台的照片。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啊，说了两段这样的话。他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因为你是总书记嘛。你看，中央常委有7位。”啊，毛、刘、周、朱、陈、林、邓，那邓是排在常委的第7位，但是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什么？说我是正帅，你是副帅，一下把邓小平的位置排到了第2位。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还说过一段话，说我和邓小平挂帅，他说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你看，就是在文革前呢，邓小平在中央高层的位置啊，非同一般。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这个邓小平在文革前，由于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面，跟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分歧，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啊。对他非常，那文化大革命前对他非常不满，啊，以至于后来发展到把他作为党内第2号走资派打倒了。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文革前已经具有了全面管过党务、政府，甚至包括军队事务的权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军委只有2名非军人，一位是毛主席。还有一位就是邓小平，啊，所以他的资历应该说非常丰富。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他的经验。他的经验当然文革以前啊，包括共产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个经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应该说在文革以前呢，邓小平虽然作为一个副帅啊，虽然在党内的地位很高。但总体上文革前的大政方针是毛主席做的决策，所以邓小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个人角色这种独创性啊，并不是太突出。邓小平有一段话能够证明，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跟这个外宾谈话，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啊，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他说不能把那个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这个话就证明什么呢？文革前他这个角色的独创性不是太鲜明。那文革以后不一样，文革以后啊，他的这个独创性就非常突出了。为什么？这主要跟他文革的经历有关系，跟文革的经验有关系。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说过一段话，他说他这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他是作为第2号走资派被打倒的。
我这里提供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66年11月27号发表的《人民日报》的一幅照片。这幅照片呢，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最左边的这一位就是邓小平，啊，那这一位是刘少奇，啊，这位是朱德，这是林彪，毛主席，这是周恩来，这是康生，这位是外宾，我们不介绍了。那这张照片上面，啊，最左边的这一位是邓小平，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同时也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此后他再没上过。等到他再次上天安门，已经到了1984年。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被打倒了，他是痛苦的，但是这个经验对他来说又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呢？这个文革让他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了很好的反思。所以文革以后他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为什么呢？他提供了反面教训。他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政策。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经验对于邓小平来说啊，我在我看来，对他日后成为中国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核心呢，是具有至关重要的。当然大家会说，那别人也经过了呀，啊，那为什么别人没有成为呢？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还有一个是别人没有的，就是他在文革期间他又重新复出了。他不仅复出了，而且他真的是作为党和国家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再次走上了一个仅次于毛泽东的那样一个权力核心地位。啊，我们都知道1975年邓小平先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然后又主持中央工作，啊，这个经历啊，让邓小平实际上是总结文革的教训啊，对于国家的政策做了很多调整。他整顿军队，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教育、科技、文艺、农业，而且最后提出来各方面都要整顿。而且1975年经过这样一个整顿，整个中国社会在历经9年文革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结果是毛主席对他又不满意了，再次把他打倒了。所以他在文革当中是两起两落，这个经历这个经验是别人没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啊，这个见邓小平的照片。所以啊，邓小平说过，他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个时候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就是邓小平说的各方面要整顿，这个经历别人没有，所以他有一种独特的经历和独特的经验。另外呢，邓小平有一些个人的人格特征，这个魄力、胆识、眼光，的确是非不要说非一般人了，就是包括中共那些元老都不及。我举一个例子，50年开这个七届三中全会，啊，这是薄一波回忆的。开会期间呢，周恩来就问这个薄一波，他说：“一波呀，你在晋察冀长期在这个薄城和小平身边工作。”他说你对他们这两个人的这个工作有什么看法？啊，一波说一个是这个师长，一个是师政治委员，他工作配合得非常好。周恩来说他说我不是指这个意思，他说我是说这两个人的工作风格啊有什么不同。波一波一下这个没答出来，周恩来说，他说我看啊，他这两个人的风格啊明显不同，说小平啊是举重若轻，说这个薄城啊是举轻若重。他就问这个薄一波，他说你喜欢哪一种？薄一波也没答出来。周恩来自己说，他说从愿望上说，他说我喜欢小平的风格。
但是从实际上说，他说我做不到，就周恩来做不到举重若轻，周恩来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小平的个人人格特征里面就有举重若轻的这个人格特征，就是这个人的魄力胆识非同一般。我仅举这个邓小平的这个一些语言风格就很不一样。大家注意没有，在邓小平的讲话里面，不要大胆的事，不要紧，没什么可怕，这种人特别多，因为他有胆识啊。88年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们的改革当然会有风险啊，其中也会有波折，甚至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要迎着风浪向前走，力求避免犯大错误啊。他的语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周恩来的那个概括，举重若轻，就是在战略上啊，就是他有一种战略眼光，在战略上他藐视困难啊。还有比方说，他说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还说不要争论，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坦率地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这两种风格哪种好，其实没有高低，但是呢，在不同的局面下面的确有不同的作用。在开局的时候，那举重若轻这种风格对于破局这个作用更大一些，因为开局的困难最大，但在做局的过程当中，举轻若重的这个风格和在我看来意义更大，就是说我们既要大胆的开局，大胆的破局，同时也要小心的做局，谨慎的做局。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文革以后的一个开局啊，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困难非常多，这有来自这个自然方面的，也有来自社会方面的，既有来自这个政策方利益方面的，也有来自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那所有这些，如果按邓小平的说法，如果前怕狼后怕虎的话，那我们什么也做不成。而邓小平恰好具有这样一种人格的这个特征，所以在每一次遇到改革的关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总是邓出来啊，最后扭转乾坤啊，这是一个跟邓小平个人特质有非常直接重要关系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党内声望。邓小平在党内的声望啊，应该说从共产革命年代，特别是到了这个建国初期的时候就非常不错。毛泽东对他有过很多评价啊，我这里也举一些材料。56年要选这个八大的中央常委，要选一个总书记，毛泽东评价，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当然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啊。毛泽东当然是高于邓小平的党的领导人，那毛泽东对他的印象，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啊，毛泽东重新请他出来的时候，毛泽东还是这个对他有高度评价。你看这个73年年底，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啊，只恢复了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然后73年8月份这个十大的时候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73年年底，毛泽东就提议让他进政治局，啊，他在提议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参谋长。他说但是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啊，他说他一生啊大概是三七开，
就是它也有缺点，但是主要是这个优点。我在看材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几处啊，毛泽东就直接说过，他说我很喜欢邓小平这个人，直接用的是喜欢。我这个研究党史36年，在我看来，毛泽东在党内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那当然这是这个党的领导人，但实际上除了党的领导人以外，在党内高层，邓小平的声望也非常高。而在我看来，邓小平的声望啊，尤其跟他在文革当中的经历，特别是1975年的整顿这个经历有关系。邓小平一生当中啊，最开始出彩就是1975年整顿，因为这一年的整顿呢，他面临的那个困境大家可想而知。一方面文革没有结束，啊，同时还有这个四人帮在，另一方面呢，当时的社会已经经过9年文革了，啊，社会已经出现百孔千疮的局面了。他必须要调整政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果然有胆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尽管后面的结局我们知道是最后又再次被毛泽东打倒，但是这个经历让党内高层的很多人对邓小平非常佩服。所以文革以后召开11届三中全会之前，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那个会议啊有很多讨论，其中有很多是对邓小平的评价。那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多做介绍，我只介绍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因为邓小平刚刚出来的时候啊，复出的时候啊，有些人不同意啊，党内有一个高层的老人就说过，说邓小平有什么，不过就是那么两下子嘛。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人呢，这个就批评这个领导人。那么其中这个有发言就说，小平同志不只有两下子，而是18般武艺样样俱全，小平同志搞党政军民学都行，国际斗争外交谈判都很漂亮。有人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亡，我看要加一句反邓国必乱。这个评价非常高，材料非常多，我只能举这么一个简单的，这还是最简单的材料，更多的评论还有很多。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什么邓小平能成为实际上的核心啊，就跟他在党内的声望有关系。所以我看到过一个档案，就是邓小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实际上1977年元月份开始，中共中央常委的所有重要事宜无一不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就邓小平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邓小平是1977年的7月16号到25号召开的那个10届三中全会复出的，77年的元月份就开始所有的事情都征求邓小平的意见，所以他的声望非常高。那么到了80年的时候啊，在党内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核心地位的确定就更明确了。80年10月19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有个发言，他说不管谁当，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决定啊，由胡耀邦来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当时的中共中央啊，有总书记也有中央主席，啊，中央取消中央主席是1982年12大以后。那么1980年的政治局会议呢，就决定81年呢，华国锋退下来，那么由胡耀邦来接任总书记。所以胡耀邦有两个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主席。所以他说，不管谁当，就是不管谁当主席。他说，不管谁当，只要几位老同志健在，特别是小平同志，那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里面的核心人物。子阳同志讲得非常好，他是借用外国人的话。今后不管谁当主席，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政治设计者主要是小平同志，非常明确。你看邓小平成为核心，不是后来，是当时已经成为核心，而且是党内高层的一致意见。我们知道后来呀，政治设计者这个概念
就演变成为我们非常熟悉的叫总设计师。源头从哪来？从这儿来的。当然说是借用了外国人的话，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个外国人在哪说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查查，我到现在没有查出来。在党内，在国内第一次提政治设计者就是这一次。他说这个不是从资格上来看的，而是凭真本事的，包括经验、水平、党性、大局。那后来当然总设计师啊慢慢慢慢就传开了，我这里也提供一些史料，我就不一个一个这个不念了啊。1985年4月，坦桑尼亚的姆维尼啊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你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1985年7月，李鹏当时他还是副总理访问美国，非常明确的说邓是中国40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然后1987年在建党这个66周年的时候，薄一波说过邓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1987年开完13大以后，这个13大的新闻发言人这个朱穆之也说过啊，邓是党的政策的总设计师。那么1992年14大报告啊，确定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这些都说明啊，邓在党内的声望啊，奠定了他能够起到在中国改革的关节点上别的领导人所起不到的作用。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民意基础。除了党内声望的这个原因之外啊，民意基础非常重要。那当然我还是那个看法，就是邓小平的民意基础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奠定的。文革是以前当然也有啊，革命年代也有，但是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75年主持各方面整顿的时候奠定下来。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1976年，我们都知道1976年在全国发生了一场叫五四运动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什么呢？这个事件是3月开始，从南京然后到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昆明、贵阳、西安、成都一直到北京，就各大城市在3月中下旬开始就纷纷呢去悼念周恩来，一直延续到北京。北京是4月初开始，因为要过清明节了嘛，大家就纷纷到天安门广场去献花圈、献花篮、献缎带、献挽联，张贴标语、口号、诗词，做朗诵、演讲、辩论。在悼念周恩来的这次民众自发的运动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大家同情和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这个里面有大量的诗词言论，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也不一一这个介绍了。为什么大家要拥护邓小平、同情邓小平？就是因为1975年的整顿让中国民众、让中国社会层面看到了一丝希望啊。因为文化大革命呢从1966年开始爆发，当然一开始亿万军民以极其狂热的心态投入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中国社会、中国百姓对文革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态，同情的啊，不怀疑的，这个厌倦的，甚至是这个抵触的。尤其是到了9.13事件以后，对文革的怀疑啊愈加增长。但是文革不结束，所以1975年各方面整顿实际上是调整、修正文革的政策，大家就看到一丝希望。哎，没想到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所以中国社会、中国民众对邓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所以那个标语、口号、挽联、缎带，包括朗诵、辩论里面，大量的是拥护邓小平、肯定邓小平。这是当时运动4月3号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情景，这也是4月3号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那当然，
整个这个民众的悼念活动在四月五号这一天啊，受到了镇压。但是镇压不等于大家，其实镇压大家反而对邓更同情了。这是邓小平这个领导整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意基础。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复出以后，他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实践、调整实践，也是使得邓小平的这个民意基础啊，被进一步巩固和被进一步强化的原因。比方我举个例子，高考，我们大概在座的很多人都有高考的经历，大概年长一点的还有一个这个最初的时候77、78年参加高考的经历。高考这件事情是邓小平拍的板，当时老百姓都知道，因为邓小平重新出山以后啊，他自己自愿抓的工作是两个，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教育，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管教育，而高考正是他拍的板。所以邓小平在高考这个问题上面广泛赢得了民心。你想高考是一个牵连到千家万户利益的事情，所以邓小平在这个民众心目当中啊，高考这件事情让他获得了广泛的拥护。还有一个平反冤假错案，我们现在不太讲这个平，我们一讲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比较突出的讲这个胡耀邦，但实际上邓小平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给右派摘帽，78年给右派摘帽，包括79年给地富分子摘帽，这个邓小平都起了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1984年的国庆节啊，有一次很有名的标语，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这完全是自发的行为。后来结果这个第二天，新华社记者专门做了个采访，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0月3号发表的。学生说，他说我们主要的意思就是向制定政策的小平同志致以这个敬意，目的就是这个问题。这都是反映的民意基础。但是我这里讲的民意基础，不单单的是对邓小平拥护啊崇敬的这种基础，还有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基础，就是改革的愿望。就是中国民众在文革之后啊，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愿望最为普及、最为普遍的这个年份，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的民众、中国社会的百姓，长期他们个人的利益这个受不到保护，生活得不到改进，甚至生活水准还有下降。另外，多年的产权制度的变革和接连不已的政治运动，制造了一大批案子，牵连到了千家万户人。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啊，各个阶层的人都心向改革，坦率地说，跟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改革的民意基础的确不一样。农民要改革，为什么？农民吃不饱饭呢。工人要改革，为什么？工人工资长期得不到这个涨工资，住房紧张。知识分子要改革，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被作为臭老九，反动资产阶级权威。老干部要改革，因为他们是走资派，他们关牛棚下干校，所以基础社会所有的阶层都心向改革。我个人认为，80年代的前中期，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前中期，是中国改革民心资源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我这里举一个例子，78年11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那都是党的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谈到中国农村的现状的时候，那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啊！我这里举一些材料。农林部部长杨立功发言，他说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啊，比1957年还少5斤。中国农业经过20年的发展，
77年的时候，竟然比20年前总产量不仅没有增，人均啊不仅没有增加，还少了5斤。他说，整个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的这个地区啊，要占到37.9%，就是接近40%。400斤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400斤是原粮的概念。原粮要变成陈粮，还有一个折扣呢。我们就以8折4832，320斤，也就是说，37.9%的地区的农民的人均口粮，1天不到1斤。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到了25.7%，就1/4的地区的农民的口粮啊，年均口粮不到300斤。北方的面粉的出粉率大概略高一点，大概是85折，或者是82折，但是从原粮到成品粮实际上也不够300斤，也是日均粮食不到1斤。这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或者接近30年的发展。农林部长杨立功说，到77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分配啊，人均年收入65.5元，其中人均分配在40块钱以下的生产队占到了22%，还有超支户33.5%，就是农民呢、干完一年以后，他不仅没有收入，反而还欠账，有1/3的农民都是这样。民政部长管救济程子华，他说人均口粮1956年是409斤，1976年只有405斤，20年以后还少1斤，其中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贵州，这是比较偏远的地方，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丽说，他说到了1977年的时候，贵州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到30%-40%。300斤什么概念？按照这个折扣率啊，从原粮到成品粮的折扣率就算80折啊，38只有240斤，年口粮只有240斤，社员的人均收入只有46块，他说是最低的，其实还有比他更低的。我们再看陕西，陕西是革命老区啊，是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后在那待了13年的地方。陕西省委书记俞明涛发言，他说1977年陕西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只有354斤，低于全国413斤的水平。他说革命老区主要是陕北那一块，陕北陕甘那一块，陕北陕甘那块的老区35个县600多万人口，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26块，就到这个水平。还有更低的呢，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发言，他到地方去视察，他说他视察的那个甘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块，其中有14个县的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块钱以下，所以马丽说的贵州还真不是全国最低的。我们想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8年建国差不多30年了，中国的农村状况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王震说过一句话，他说我1978年7月到贵州去，那是26军团长征经过的地方。他说经过贵州省，我到长征经过的地方，他发现农民当时的日子还不如他们长征过那个贵州时候好。所以70年代后期、80年代前中期啊，民心向往改革，这是邓小平能够在改革关节点上做出贡献的，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基础。那么最后呢，我想谈点看法。整个我们分析梳理邓小平在改革关节点上的这些贡献啊，我得出一个我的看法，就是整个中国的这一场改革啊，
是一个强势领袖主导模式的改革，这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行不行，可不可以，大家可以批评的讨论。那我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表达，就是整个这个改革还是由一个核心人物来主导和决策。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局限性，邓小平同样如此。他在改革关节点上既推动了改革，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他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也有失误。别的我不说了，1988年的物价闯关就是一次失误。当然物价闯关的方向没有错，因为物价闯关的方向就是要放开过去被束缚的价格，让产品啊，由产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由供求关系来决定，这个没有错，方向没有错。问题是价格的改革呀，这个是牵涉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中国长期以来的价格呀是没有过这个放开的，而中国当时人均收入又非常低，价格放开就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政策和问题。但是1988年邓小平提出价格要闯关，当然88年的物价问题也非常严重的，怎么解决根本的问题当然是放开价格啊，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但是作为这个决策者呢，要如何放开，如何有步骤的进行，这可是一个非常讲究的问题。但是当时邓提出来呀，要大胆说啊，我前面这个邓小平多次说过，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非要闯过这一关，就决定88年这一年就要放开。但是在步骤上，在策略上啊，严重的考虑不足，所以到了中央政治局在夏天在北戴河会议开会的时候提出来，尽管提出的是用5年的时间理顺价格，但是因为邓小平要求从这一年开始马上进行。结果这个政策一出台，马上引起了一轮抢购和挤兑风潮，这是88年夏天老百姓在商店抢商品的这个照片，一个是到银行挤兑，一个是到商店抢东西。据说南京有个老太太一次买了200斤盐，我估计她下辈子也吃不完。结果面对这样一轮挤兑和抢购风潮，最高层不得不马上停止这一轮物价闯关的这个改革。所以到了9月份，马上又回过头来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下就把这次物价闯关改革这个收回去了。那这实际上是邓小平本人的一次失误，至少是一次策略的失误。我用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只要是一个强势领袖主导模式的改革，它不可能不发生问题，它一定会既有它正面的积极的这个方面的作用，同时也会出现难以避免的失误，这就是强势领袖主导模式啊，这个我要谈的我的一个看法。那好，现在已到11:30了，我今天一上午耽误大家2.5小时，很多问题我估计大家也都了解，我不过是把它梳理一下，然后呢做一些归纳和分析，不对的地方、浅薄的地方，非常欢迎大家批评和指正，谢谢大家。